葛师傅，碳烤大公鸡怎么卖的？六块。碳烤大公鸡六块吗？一比一的吧。我要一只。这一只几斤呀？好啊，4斤左右吧。那还挺大的。你这是九转肥肠，不辣的，这是辣的头味儿。啊，这是铁锅味儿的。原来曲里锅味就叫九转肥肠呀。行。要个猪脑花吧，吃了是不是会变聪明啊？就是吃了猪脑花就变聪明了。那来一个，要两个吧，两个十五。一个就行，我自己吃不完。一个就是8块钱。还是一个吧。再来一个猪尾巴。姐，我要一个榴莲盲盒。就是你帮我挑一个肉多饱满的呗。这一个呀。看着还挺圆润，你可以先吃吗？可以，那我要这个吧。多少斤榴莲？60。啊？60。60一斤呀？对。60一斤？嗯。这么贵了？对，260。要一份臭豆腐夹饼。送你。不用不用，能帮我把这个榴莲炸一下吗？是。你人真好。一份有几个呀？5个。这辣的好吃，这个是辣。那我要辣的吧，辣的两口，酸甜。榴莲，你可以帮我做成脆皮榴莲。别打了，串味。你好，我要一个招牌螺蛳粉。可以那个寿喜冰干一下吗？行。还有一个霸气鲜草莓吧，去冰可以吗？可以。喝完放心吃。碳烤大公鸡，先来个鸡腿，好肥一只呀。口感鲜嫩多汁，肉质感吃起来挺烂的。再来个鸡翅膀吧。很好透骨，阿水的霸气鲜草莓。现在榴莲好贵呀，熟的刚刚好，很甜，糊还可以。螺蛳粉登场了，我还加了个猪脑花大肠。豪华版螺蛳粉就好啦，吃个浸满汤汁的炸蛋。好吃这。入口即化，再来个大肠，里面的泡菜好清爽啊。真不错。